玩玩草莓，玩玩，玩玩。洛西，过来看一下了，过来，过来，我冒头了，冒头，好，一起，好，一起这样抱呢，好了，灰灰，过来抱一下洛西了，快过来。洛西，想让我抱吗？一都光头让我抱。抱不过来哟，都整老张抱，你看抱不过来哟。你看奇迹，一，都整老张抱，抱不过来哟。把慧慧抱围了。一个一个抱，抱不过来。你看琪琪，你看康康，你看毛毛，你看巴巴也让抱呢啊，一个抱，抱不过来哟。巴巴厚脸皮。牛牛也过去了，哦，别打架啊！哎呦，琪琪，我抱不住你啊，琪琪，先过去，你先抱小猫吧啊！你太大了，我抱不动了，你给我抱住可以，来，抱带走，好，好了，我抱一下你，你看牛牛，硬往慧慧身上爬，牛牛不愿意了，小心啊，不要挖到脸啊，慧慧啊，小心啊，你看贝贝，罗西，小贝贝，毛毛也过去了。你看琪琪啊，琪琪要握手。你抱全程，这样来过来吧，过来。又争宠要打架呀？不要打架啊！大王，你都骑在地上抱，你怎么看着老子啊？啊，老子头，来吧来，我抱一下大王来。大王，站起来，来抱我老子。这个是老石头。你看贝贝，好了，抱一下，贝贝，走吧。好了，下一把。好吧，开心了吗？嘿。瑞瑞，小屁孩干嘛呢？嘿嘿，他跑了。我让你跑，干嘛呢？洗脸的嘛。哥哥，他跳舞了，动。动。不要干架啊！不要打架啊！热闹的，嘟嘟。不要跑啊，圆圆，
旺旺你要乖啊，不准欺负别的狗狗，那我还是要看着的。有很多粉丝们说照顾猫孩子特别辛苦，那我感觉照顾猫孩子啊更多的是开心。你看我们每天哈起来哈给他们打扫卫生，给他们吃东西，然后给他们一起玩，都特别开心，个个可爱哈，你看都很可爱。拉姆，哎，这喜欢转圈，在这个犬舍里面，嘿嘿，我的干架哦，还有金棍。这小胖子你咋不玩了？休息了吗？跑着玩了，蹦蹦跳跳啊，锻炼身体啊，啊，咋了？生气了吗？欢欢睡觉喽，欢欢，到站喽，到站了，要下车喽，你还在睡觉？他睡着了。这只年龄有点大了，他活动量不是很大，休息的时间比较多一点，是不是牛哥？啊，把头抬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来。你这个脸长得很特别哈，还花鼻子，还花耳朵，是不是啊多多？好了，我再来看看你们玩吧啊。其实老五每天夸我们家猫孩子好好好，但是老五多多少少还有点担心，每天老五都会观察哈他们会不会打架在一起，这是个大问题。哈哈，小猫孩王过来了，来跳舞了，像之前一样了，过来，哦，跳舞了，啊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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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会不会要元宝？你还是要旺旺？啊动，啊跳，啊再跳个动，嘿，这孩子特别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来，啊动，动，哦，好了好了，不跳了，太累，太累啊、哦，伸舌头了，不跳了。你会不会要金棍？你来一个，来动，你不会哟、哦。俩老五说动，你还个小憨憨，来来来，你来一个来，动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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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动动，会不会香香？你来起起立，啊起立，啊起，啊动，啊动，啊动，动，来香香再来一个来，啊香特别可爱，啊动动，你来，你会不会要冲冲？你会不会要这个就不会，有的狗狗活泼一点哈、哦，来憨憨你再来一个来，来来。起来起立啊动啊动啊动，嘿嘿，包包肯定不行哦，包包你会站的，包包啊，你看憨憨怎么站的，你跟着学一下，你会不会要毛毛？你肯定站不起哦，你坐下我跟你讲了，坐下啊，坐下，对啊，你来一个好不好？来动啊动啊动，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开心的玩吧啊，我去给你们做饭去，又该吃饭了。